何鸿燊，出身于香港有名的何启东家族，父亲何世光是香港著名富商，母亲冼星云是冼德芬家族之人。由于家庭背景优越，何鸿燊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少爷生活，就读于香港最好的学校。小时候的何鸿燊不爱学习，后来家道没落，何鸿燊也是在尝尽了世态炎凉后发奋读书，以优秀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，并获得了奖学金。读王辉煌传奇的一生，除了他坐拥的亿万资产，同时还有他所有的女人们。在2004年，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澳门最大的灵堂送别他的妻子，曾经的澳门第一美人李婉华，那个曾经美艳四方光芒万丈的女人，却只能用红颜薄命形容她悲惨的一生。赌王与李婉华的爱恨纠葛，结局凄凉令人唏嘘。李婉华，赌王何鸿燊原配夫人，葡萄牙人，在澳门土生土长，出身澳门显赫的律师家庭，当年有澳门街第一美人之称，是何鸿燊四位妻子中最低调的。何鸿燊当时在澳门一个公司当小职员，因为业务往来认识了李婉华，因此当何鸿燊见到李婉华的时候就一见钟情。何鸿燊为了追李婉华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，李婉华不会说中文，于是何鸿燊就拼命学习葡萄牙语。其实这个时候何鸿燊除了帅气外已经一无是处了，他的家产已经全部没有了，不过最厉害的时候搞定了自己的未来岳父，也就是李婉华的父亲。李婉华的父亲很喜欢何鸿燊，还让他做了自己的秘书。何鸿燊靠着李婉华的父亲也积累了澳门非常多的人脉，为他日后东山再起做了充分的准备。李婉华后来下嫁给了何鸿燊，然后他帮助何鸿燊在澳门建立了自己的事业。李婉华跟何鸿燊生有一子三女，不过不久之后李婉华的疾病怎么也医不好，经过手术后需要长期吃药，而且体重暴瘦。何鸿燊以操持家业为理由娶了二太太，李婉华伤心欲绝，因为葡萄牙最憎恨一夫多妻，他的父母也极力反对赌王再娶，但是赌王却说，我不能一辈子当和尚，况且当时我已家大业大，工作非常繁忙，需要一位女性操持家务，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接受事实。就这样不得已，李婉华只能看着别的女人和自己分享自己的丈夫，而且身体更是越来越让人堪忧。但在何鸿燊娶二房的这一年，身患重病，体重只有60几斤的原配李婉华还在怀孕继续给赌王生孩子。原配生病的第二年，她为赌王生下次女何超贤，又在1962生下何超雄。何超雄也是这一年出生，但是加上后来又遇车祸头部受到重创，独子何猷光车祸身亡，接二连三的打击最终击倒了李婉华，最终于2004年去世。何鸿燊曾经对自己的外甥孙敬红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赌王的起家全靠李婉华，可见何鸿燊对太太不仅是爱，还有一份敬重。如今赌王已经安享晚年，事业也交由何超琼打理，发妻李婉华的儿孙实在令人唏嘘心疼，不知道赌王如今是否会想起当年的结发夫妻李婉华呢？